出来了吗？很久没有在我们我们球员这边呢，也将近超过一个礼拜都没有比赛了，而且呢，相当久没有回到主场了。现场的所有的们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接下来连续八场的主场将在我们桃园国际棒球场来举行哦。展现我们火力，让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来，夏令营的小朋友们，最后一滴了吗？好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跟着我们的音乐来，帮我们的先发打序来加油。
王国荣。Thank you.
到第五棒，一垒手朱玉贤。来，各位小伙伴，拉米狗队朱玉贤，一棒两分，朱玉贤。来，右手左手右边两圈，左边两圈，跟着我们的音乐起来。
感谢你看我们队走了，我们今天的压力有来，先看到花队们安打，安打从左右队到先。